家人们哈，这个丫丫从深圳过来找我了哈，丫丫，然后我们现在就是去吃饭吧哈，去吃饭。好。我们现在在吃面哈，吃面，给他加了一个鸡翅，加了个鸡蛋，加了个鸡翅，好吃吗？好吃的哈，可以可以。你买了哈？我买过单了。买了哈，多少钱？22.8。二十二，各买各的。我都是以后咱们俩吃饭的话就各买各的，要么你请，要么各买各的。好吧，那走吧。你为啥连22都不请我呀？不，我大老远从深圳过来。我操，男女平等，我请你，我请你还怎么体现男女平等？你是一个独立女性。我是客人呐，我好不容易。你客人了不起，你不是独立女性吗？独立女性。你要是去郑州，我就请你。你要不试试，你去郑州吧。你去郑州，我就请你，真的。我去郑州，你请我。对的，我就不会那么小气。我告诉你，可以，好吧，好，去了再说吧，啊。